啊，这个一技能。不爱。哇哇！嗨，大家，今天呢，我们要测试的一只英雄啊，叫做奇罗跟奎伦啊。在这个今天10月15号，它进行一个改版了、啊。那我也是不吝啬的，邀请大家一起来玩奎伦啊。那第一把就直接来个奎伦啊。那一样，基本上大家是带全输出啦。那我个人觉得可以带全输出大神嘛、啊，大神一向都是我用的装备奥义魔纹。那再来的话呢，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带复活啊，复活虽然伤害少了一点，但是它容错提升很高，哎，还有它的用途也比较多寡。那装备的话，一样基本上就是这一套啊，第三个啊，然后还有大神的一二啊都可以用，大家再斟酌一下啊。那再来的话就是他的奥义，奥义应该不用多说了，基本上就是暴走一定塞爆，然后看到精灵刺杀，哎，基本上我是推刺杀，那可以塞一些夺萃，我个人是塞三个，那绿色化龙爪啊，那就是奎伦。那奎伦经过这一次改版，哎，奎伦他改了。一技能的伤害提升，对，那我这个人觉得他是 OK 的，所以我们奎伦可以换主一技能。那再来的话呢，奎伦的话，他的野怪最大伤害只调到2000了，跟你的背级现在可以打到2000，不止再是1500。那在这一个改动上的话，吃这个凯撒啊，可能是会一个还蛮不错的一个帮助。哎，好，那我们就来帮大家实测吧。那基本上之前大家也是很推读一招啦，那我们又一招啊。割裂是不是？那奎伦我之前是说主一主二都可以，那我们稍微应景一下啊，什么应景？这一次的改版啊，他不是说一技能伤害提升吗？啊，那我们就5.1 H 星界50星。哎呦，帮我打！这真的烦啊，真的烦。真的烦呐、啊！咱们就赌个一招吧。哎，很危险呐、啊，很危险呐、啊，小丑。哎，今天的奎伦不一样啊。然后赌一招，那这也可以打一下，啾啾。那我们就浓，奎伦一样，前期需要浓。这赌一还是有点不习惯啊。我的红应该没事吧？艾里来一个回包吧，来一个回包吧。哎，这款克斯，咱们这个缓速还是有的、啊，完成了一杀，跟琴拿下一杀，那我们可以出个红打野刀。哟，赌一还行，那当然就是一技能伤害就比较高了。哎呦，标志来了啦！压力很大哎、欸，那主一主二基本上他前期的伤害是差不了多少、啊，那不过在中期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改动啊，会有一些感觉。那当然这一次有没有感呢？这一次这个奎伦啊，我个人玩到现在没什么感觉，因为才4级。小心草丛！有要说的哇、哦，这个一级点一技能，他那个伤害多200-300哎、欸，不要骗我啊！就是一些增强一些啦，因为奎伦基本上他在这个圣剑无缘无故砍死他是莫名其妙挨了一刀啊，啊，反数还是有的啊，完成一个击杀，顺势靠上，哎，再见，那基本上我们这我看也是打不太起来啊，我们就是稍微逛个街一下啊，这个诺可基这边我们可以稍微理解一下，看这个一技能，哎呦，跑太快了吧，他会有大 ice。补血，这边我们稍微有点皮了啊。那我觉得吧，我这一把的话，如果要实测这个一技能到底猛不猛，我感觉我们这个啊，他要拿蓝是不是？好，给他。那我咱们就洗他中兵吧，给他。这是高效的方法。请求集合。哎，这里一颗人头，发新技能，再翻滚。再翻滚，二一，哎，翻滚，啊，死！哦，复活，
那这个一技能，他在这个会战当中的话，我觉得还行还行。在这个八等的时候，有一点感觉，那个感觉有一点感觉来了，就是那一点感觉。不然你们知不知道？有时候那个感觉来了，做什么就对了。那么五分钟啦，咱们该去抢钱啦。上路大概三个人啊，那我们这时候啊，钱在哪里？接下来我们应该要去中路啊。来啦，捡钱！这龙马没招了，杀他，杀一下！哇，我没有装助攻，可惜。有，他这个一技能打野怪有感觉，有感有点痛这边，这不错不错，哇、哦！哎呦，过墙，尴尬，他应该死了。哎呀，又点到二招了，蛮有感的啦。他的一技能，但是你要想，他这个一技能，哇、哦！我才十一级3400，哇、哦！哇、哦！哟、哦，凯撒来，凯撒来，我们现在这个装备去打看看凯撒，等这波兵吃完。那有人要不然我们先把这些人杀掉。哎呦，这个伤害有点高啊！咱们看看这凯撒来喽，1000多，2000，哎呦，我靠，这个伤害可以啊。那么龙就随意放啊，啊这边靠一下，这边不能打，请求集合，过墙，过了，爽啊，太痛了吧，这怎么扯伤害啊，我去，魔龙要来了，我2000，打一下魔龙看到底可以多痛啊，来了，先解除隐身，21，2000。太痛了吧！刚吃魔龙用了几秒啊？哇！我在握什么？刚刚那个又没有一技能，刚刚那普攻他一下而已。哇，这打野怪21普攻3000多，哎呦！哇！3000 ，no！ 哇，你没有刚看到吗？哎呦，他是坦克先断个强化攻击，一杀，那个苏差也没秒啊！这个一技能可以啊，傀儡复活了。来，再试一次这个凯撒，现在31秒啊，32秒，来吃啊，吃凯撒，这个不用看他，不用理他，哇，这样基本上21普攻一套就是10000的伤害啊，哇靠，怨东西啊，追不到，不追，我想打在那个苏身上，或者是那个诺可杰，好，诺可杰好了，我的一技没有出去，会卡21有时候。我要试伤害，哇！那边莫名其妙的被秒，21，这个龙马的背都抽不到啊！好啦，那咱们这个做个副子也是来不及用啊，那直接把我们这个钱加在身上。他说的人才啊，谢谢诺可西，可以啊，我觉得可能会下修说实在还蛮恶心的，说实在，他那个一技能伤害砰，要是那个龙马让我戳到背，不得了，这把我有点偏膨胀啊，为什么？来，看一下，
承受伤害一个刺客打到28%，这绝对这个刺客吃了很多伤害。那你们不要说，哎，为什么这个伤害没有飙到50、60、70、80啊？基本上我的打法在于浓啊，精髓在于浓，浓的越高，经济越高，打人就越痛，好不好？给对方一个赞啊，赞赞赞！